阿喵啊，上一集咧我就讲我买咗棵大桃花嘛，但系咧我仲未有花樽喎。咁有朋友咧就介绍我哋嚟中山三乡咧，就系买花樽。佢话呢度咧有好多好平嘅花樽噶，咁嚟到去定位嘅咧，原来就系嚟一个就系叫平南区。如果你是揸车过嚟的咧，地图定位天天牛闸咧，你就可以嚟到呢一个回旋处的位置噶啦。喺回旋处的两旁咧，就有一个叫做平南东花鸟松鱼街。呢条街中间咧，就有一间间固定位置的花店，售卖大大小小的盆栽啦、花盆啦、观赏的鱼类。而家咧就临近新春，所以咧多咗桃花啊、大吉啊，同埋各款的莲花添。在回旋处的前后位置就是三乡镇平东商业大街，现在已经在马路中间搭起了帐篷做年宵市场了，售卖一些送礼的糖果、各款的莲花和新春挂饰挥春到。今天虽然是星期日的上午，但来行花市的人流就不多，而且在马路两旁都可以泊车，如果你有興趣的都可以在地圖上面定位過來行下的。現在就由我帶大家在花市裡面看各款的蓮花和蓮貨，而背景音樂就由 Sisa 用吉他為大家彈唱出恭喜恭喜。每條大街小巷，每個人的嘴裡，見面第一句話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冬天已到尽头，正是好的消息，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在花市里面有卖大花樽的店铺不多，最终我们就在这一间买了个价钱合理、款式比较清淡的大花樽，买了五袋同堂了，还有刚才看的那个山水花樽，这一支58，再加上花樽208，如果大家想买的快点过来啦，他们是去到年三十晚的下午中午时分。这个花市的价钱呢，普遍就比我上次在珠海的体育中心便宜，例如这一款的水仙球呢就12元一个，这款的香水百合呢就45元一盘。在街尾位置呢摆放了很多年桔和一盆盆的菊花，这里呢都有几档卖新年的挂饰和挥春的，款式就很多了，但我觉得呢个价钱就稍微贵了一点。终于买买一炮仗啦！呢度平过咧喺前边咧嗰啲帐篷嗰啲啊，系呢度买一对等于嗰度系一条嘅价钱啊。嗯，啊呢度70元，哦，几靓哦。前边就系平南区，系啦，佢打横打直咧都系有铺头啦。打直咧，打直呢一度咧就本来系紧档啊，卖花啊嗰啲嘅，咁啊打横咧就系因为今次嘅花市，咁啊都多嘢卖嘅。大家可以过嚟呢度睇一睇。我哋买完花樽咧，差唔多12:30啦，又系食晏昼嘅时间啦。我哋揸车喺平南区出发，穿过五桂山翠山路、翠亨大道，去到崖口食煲仔饭。经过翠山公路的时候咧，路边有好多食农家菜嘅餐厅啦。下次有机会咧，都可以嚟呢度试下。好，导航就到我哋嚟呢一间崖口煲仔饭，门前泊满晒车，哇，闻得好香喎、哦。好。仲好多人啊！而家系点半钟，呢间崖口煲仔饭入咗餐厅嘅右手面已经有一个大水牌列出各款嘅食物啦，有海鲜腊味煲仔饭63元，鲍鱼腊味煲仔饭58元，豪华嘅海鲜腊味煲仔饭78元，仲有鲍鱼海鲜煲仔饭63元，黄鳝煲仔饭25元，牛肉窝蛋又系25元，芝士煲仔饭就29元，乳鸽啊33元只，白灼生菜同埋菜心10元，仲有其他嘅小食同埋饮品。喂虾，哇啲虾系逐只嗌噶喎，腌仔蟹43元一只。水牌下面就有一个大雪柜，放有不同的食材，除了有肉类、猪、牛、鸡、腊味之外，还有蔬菜和海鲜。哦，这里怎样嗌法的？4个餸20元。4个餸就20元。
哦，二十蚊，总之就二十蚊啦。我四个数。我要排骨腊味。排骨啊？系。系。腊味。腊肠，腊肠，腊肉，洋尖椒，系啦。洋尖椒，咁啊呢度20蚊，系咪？系。好，咁啊再爱个锅蛋、牛肉、粉肠，系啦，咁啊腊肠，咁呢个四样系咪啊？最终我哋四个人咧就要咗四煲嘅煲仔饭，一隻乳鸽，一碟青菜，埋单咧就125蚊。点完菜之后已经接近下午2点了，但系餐厅里面仍然有很多食客啊！哇，好快喎、哦！个乳鸽已经嚟咗啦，佢唔系好大只，同埋有个菜心。总之你坐低咧，佢就会有碗汤俾你，吓一个例汤，呢个例汤里好似都煲得几浓厚，好几好味。个乳鸽咧个皮系脆嘅，同埋个味个咸度咧系，初口食会觉得系硬咸嗰啲，但系咧好味。我覺得啱，你覺得啱啊？係好大隻，我真係好唔夾啊！呢一隻幾多錢啊？33蚊。唔該嚇，四包係咪啊？四包，三包。成晒大包咯，系成晒大包咯。四煲饭放晒喺台面啊，未食睇到啲好开心啦。第一煲咧就系排骨、腊鸭、芋头同埋虾膏。第二煲咧就系排骨、腊肠、腊肉同埋洋青椒。第三煲咧就系窝蛋、牛肉、润肠同埋腊鸭肠。第四煲咧就系有咸鱼啦、鸡啦、腊肠啦同埋腊鸭条。我覺得咧食煲仔飯咧，就每人自己一煲飯，用匙羹直接喺煲裏邊滗嚟就係最開心噶。所以咧，我就選咗呢一煲芋頭腊鴨排骨蝦乾飯。嗯，好香啊，魚辣辣。我覺得一定係要自己一煲咁樣刮底嚟嘅。嗰啲飯焦唔係好犀利嘅啫喎，少少飯焦幾好啊！呢煲飯實在太多餸啦，飯嘅份量咧亦好多。臘鴨咧佢就唔會太鹹喎，芋頭就好粉，蝦乾足足有5隻啊！因為材料多，所以呢煲飯特別好味道啊！媽咪呢一煲飯食完一半仲剩咁多餸啊！老公咧就係大餸王，食咗一半都剩咗咁多份量啊！啲菜心好好食啊，所以咧我哋後家又愛多啲菜心，捱口炸雲吞，哇好多粒喎，細細地咁樣，又俾啲三芯醬。食落去，薄薄脆，嗯，经过我一番嘅努力，终于成煲饭食晒啦！你睇下，饭煲底咧即系有一层薄薄嘅饭焦，所以咧佢个份量咧又特别多嘅。食完今餐又起码肥咗一磅啦！食完饭已经差唔多3点啦，但仍然有食客入嚟帮衬。喺餐厅外面咧，露天位置咧都放有几张台。面对住个小溪，周围的环境都好舒服下喎。诶，头先我哋问咗收银嘅姐姐啦，佢话咧年29同埋年30咧下昼佢哋就唔开，但系咧初一咧佢哋有开市嘅喎，咁所以咧如果上嚟食嘅咧，你可以啊翻嚟过年嘅话，啊佢营业时间朝头早10点至晚上8点半。入去崖口煲仔饭沿途有很多其他食煲仔饭的店铺，例如这间港亮煲仔饭啦、饭焦香煲仔饭啦。到了崖口之后，除了食煲仔饭之外，你还可以踩单车啦，或者是渔场度钓鱼。在距离闸口不远的地方咧，还有一排的茶水档，面对着一大片的田野。现在就正值是桑架花盛开的季节，吃完饭坐在路边饮住咖啡。对住一大片嘅花海，或者落下边打卡影相，你哋过年都可以考虑嚟呢度玩翻一个下昼噶。
晚分享咧就嚟到呢度啦。如果大家中意我呢条片，请俾个 like 我，同埋分享出去。未订阅快啲揿订阅掣，同埋旁边嘅小钟仔啦。好，我哋下条片见，拜拜。